Magic Show. Yeah! Woo! 好了，各位。 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，哇，又来了，今天用的东西呢非常单纯，杯子杯垫两个硬币就是这个样子，好，杯子，好，检查一下，病人检查一样，潘家丽检查杯子，好，检查杯垫，正常的杯垫，好，它是正常的一块跟杯，对，这里面其实最重要检查什么呢？今天的主角是什么呢？ 是这个杯子哦，不是硬币吗？不是，确认一下这个杯子的杯底非常非常的坚固，没有任何的暗门，没有任何的机关。现在这样子，一块钱跟十块钱，随便选一个，不用管金额，随便选就好了。十块，十块，很好哦。我现在把十块呢封在这个玻璃杯里面，现在就没有任何东西呢可以放进这个玻璃杯跟把它拿出来，对吧？好，现在仔细看，我要做什么呢？我先仔细说明一下，仔细看。 加温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这个一块钱硬币呢穿过这个玻璃杯，仔细看，奇迹的一瞬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仔细看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！ 确认杯子完全是普通的杯子，碟子是普通碟子，硬币是普通硬币，是这样。没有动哎，怎么可能？你要躺一个硬币？好可怕！好厉害哦！哎呦，你知道我刚刚靠多近吗？对啊，我是这样盯着看的，而且它掉下去是像那种头铺满，是有一块钱掉下去，然后嘣嘣这样子。好厉害！刚才所表演这个现象呢，在魔术的术语里面，之前节目中有提到过，叫做 penetration 穿透现象。哦。